他折在那个屁股边缘下面，然后就这样。本田特，本人很甜又很透。我是那个关之琳呐、啊。有像哈、哦，眼睛有吗？有吗？眼睛那么大，有像吗？有吗？嗯，有了。有像吗？当然没像啊。好了。罗拉是我啦，有没有看到？又是这种灯光，又是这种浴袍，就知道今天又是什么企划，对不对？欢迎。错，但是有点类似啊。如果今天有拍到漏网镜头，就是可以做一个换衣系列。好啦，回归正题，因为情人节快到了，因为2月14啊，3月14都是情人节。那我就很好奇啊，情人节是不是还有很多单身狗？虽然你是单身狗，但是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女神理想情人的样子，对吧？那你看，我举例，像陆可这么胖，就是有人特别喜欢胖的。然后还有哦，我以前戴牙套的时候，有没有牙套控？有没有短发控？有没有什么大波浪控？什么臀控？哎，我刚好都有。我们的新企划他特别的机车，他跟我说，罗拉，我今天要你挑战两种你绝对没有挑战过的风格。我就想，有吗？有吗？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挑战过了，所以我很期待。那其实我已经偷偷看过脚本，一个好像比较偏复古，70、80年代。如果是要挑战70、80年代，我是真的挑战过一次。我之前上国光的时候有就是赛你娘大赛，真的，我没有说脏话，那一集就叫赛你娘大赛，赛自己的妈妈大赛。哎、欸，这是80年代的吧？对不对？而且我完全不认识。嗯，这是邱淑贞、王祖贤跟关之琳。哦，关之琳我有点印象，我有听过，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脸长什么样子。你都30好几了，没听过。我还没30岁，谢谢。那我问你，三个给你选一个，你选谁？性幻想对象？邱淑贞。那你就是一样啊？不是吗？因为邱淑贞算是里面最辣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头发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这是个挑战，他这是整造型师企划。好，我懂今天企划的宗旨，就是呢，企划帮我准备了两款风格，然后我们要抽签选出两个造型。做完造型之后，我们来看看我还会不会是你们心目中的理想情人对象。不要，下手你手不好，快点啊！关之琳，关之琳可以吧？就为难关之琳，不好意思哦。这个，要中分？不是，我今天好不容易把刘海吹的没有动，你现在是该怎么办呢？啊啊，笑屁了，真的是啊。那我问你，我们是模仿关之琳吗？对，你觉得我的五官呢？哪里你觉得哪边可以仿的最像？眼睛、哦、因为都是大的，都是圆圆大大的。这个年代的重点主要也会在是眼睛的部分。有没有关之琳的感觉？让我们隆重欢迎关之琳本人。我是那个关之琳呐、啊，有像哈、哦，眼睛有吗？有吗？眼睛那么大，有像有吗？嗯，有了，有像吗？
当然没像啊，关之琳那么老，那么年轻哦。哦，这个衣服有啊，有啊，有吗？有复古有。好，那我们跟阿姨借一下场地拍一下这个。我比较先进，谢谢阿姨。阿姨那时候的偶像是邓丽君。人家邓丽君只唱歌，人家就想唱歌。我喜欢听陈丽郎的歌，哎，他的歌真的好。哦，我要请问那个是我。阿爸阿爸那个年代，他们在说什么？我都听不懂，好听啊！啊，我喜欢那个陈雷。靠腰，我赶快。那个 Only 有也不错。关之琳，开始哦。没想到我80年代还蛮适合，我刚看照片超美的耶。可是你忘记还有第二套吗？哦，对，而且我觉得那一套我觉得比较没有把握。我们现在要抽，哦，我三个都不想要。全家，这个摸起来像嘴巴有咬竹子，这个摸起来像牙齿。好，中间好了。这刘海我不行哎，你们应该有看过我穿学生服拍照，可以吗？你长那么成熟，好吧，我们来吧。午休时间，我不想睡觉，我想要玩小皮球。好吧，来吧。棒棒糖，不然我不乖乖化妆。好可爱，啊，我不要粉红色，这盘丢掉。不要这盘啊，粉嫩嫩的萝莉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眼睛比较凸。不能用粉红色，会更甜。这个事情，其实他以前有说过，在他眼睛上，那你故意的嘞？他在他眼睛上禁止使用粉红色这种东西。他说他曾经，哈哈，打不开。刚出道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被用了粉红色，就很像金鱼，还卸不掉。粉红泡泡。对啊，挑战一下。猜猜看，我身上有几个蝴蝶结？自己来抽个东西好了，抽刚刚的照片好了啦。挡泥板，你真的希望你被人家弄在摩托后面被土喷吗？然后还会有小狗撒尿在上面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耶。你觉得你愿意？因为我是 N。哦。我们以前坏的时候，我们裙子都这样折，然后要折在那个屁股边缘下面，然后就这样。哦，天哪！而且每次要把这种清纯东西拍得那么，就因为想说拍你。好啊，哥哥。你确定开心吗？我今天可以上课喽，上课喽！我连我班的角色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，什么透透明的，本田透明子，是吗？本田透。本人很甜又很透。学长们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然后可以底下留言，你们喜欢关之琳的我，还是那个像什么透明什么的，就是现在的这种很清很透的我，选一个哦。然后呢，在这边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